就这样，从那天以后，我成了超能英雄。我能一眼看穿你的臀围。被你猜对，是不是就必须喝下这杯红酒，然后顺势被你灌醉，带入楼上酒店的套房，床上铺满了玫瑰花瓣，关灯把我按在墙角强吻，背景音乐还是性感的黑人普鲁斯蓝调。讨厌，怎么会有那么羞羞的超能力？猜对之后的部分和超能力有毛关系啊？那么，请开始吧。你的臀围是啊，猜对了，好厉害，感觉和做梦一样。小时候就向往有一天能被超能英雄拯救，今天在你说出我臀围的刹那，终于如愿以偿。哎呀，不由自主的开始觉得有些醉了。我没猜你醉个屁呀！啊，原来如此，其实你也是超能力者吧？而你的能力则是读心术。刚才你把我心里想说的已经预知了。你想多了，我只是单纯的主动献媚而已。突然自己说出来了。像你这么英俊的男人，还拥有洞察女性臀围的超凡能力，对我会是认真的吗？不瞒你说，其实你是我的初恋。老爸，你又在给我找后妈吗？小姑娘加油啊，叔叔这一块钱希望能为你重返校园添一份力。现在的祈祷方式还真是五花八门的。刚才说到哪了？初恋。哦，你妹呀，你怎么配对一个超能英雄这么粗鲁？够了，蠢女人，这个男人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也不会超能力，他之所以能看穿你的臀围，因为他是个靠别人屁股吃饭的马桶垫设计师啊。大男人设计马桶垫，真是太差劲。是啊是啊。两位美女，今晚12点我和臀部有个约会，你们中的谁会是那个丢了垫圈的灰姑娘呢？我先是臭老爷，谁让你把家里的马桶垫圈随便拿出来搭讪用的？给我十个耳贴。王殿下，妈妈就是因为你这副吊儿郎当花天酒地的样子才会离开我们的，这样的爸爸我也不需要了。孩子终究还是长大了，鸟儿还是要归属于天空啊。小敏，是时候自由地飞了，爸爸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并且还会有新的同伴需要我，你说是吗，小不点呀？你们也是够了。哎，为什么每次约会都会被你找到啊？因为你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哦，原来是这样。说起来，今天早上你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啊。喂，你好，我要报案，家里可能进贼了。但我的东西都找不到了。是。所以呢？被搞得乱七八糟的。把家里翻了个遍。贵重物品。以后还是尽量不要乱动了。还没检查。这次我就原谅你喽。嗯，乖。我们注定命里相克，两家伙决斗吧。叫你两家伙，你还真脱裤子啊？裤子被狗弄湿了，很难受的呀。那你不要当着我的面脱呀。女儿大了真是麻烦。这样好些了吗？搞个鬼呀，这样更猥琐。哦，一定是没关门的关系，所以气氛才会怪怪的。我去洗澡了，小心被邻居看见当的是变态。嗯，我们的邻居都那么善良，怎么可能？没想到你也会这个时间动身的，英雄所见略同。但我跟你说，你这样不行，上衣太短了，一眼就被人看出有问题，会被警察抓的。换件长款，我们一起组队让妹子们喊破喉咙吧。算你命根子大，没被小敏撞见。好像站台就吹到凉风了。你这门外跟谁聊天聊那么久啊？让我歇歇，我歇歇，我要死了！喂，不可以啊！我才不要再被你拉过屎的卫生间里洗澡啊！我不会拉在浴缸里的。这不是重点吗？是味道啊！你这个懒人，最后掉进马桶，从此消失。
别看小敏平时凶巴巴的，其实内心还是那么幼稚。掉进马桶里这种小孩子的想法，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样严谨的剧情里呢？这里是？难道因为我用力太猛，把自己拉进了下水道？愚蠢，怎么会有这种不科学的设定？其实你是此时此刻地球上唯一一个在蹲马桶的人类，所以有幸被抽中成为我们的一员，担任起保卫宇宙的责任。蹲马桶是被选中成为你们的一员，保卫宇宙，难道说你们就是传说中的神盾局？愚蠢，那种漫画里的东西太不切实际。我们可是实实在在工商登记过的组织，全称就是宇宙太平共和国联盟英雄委员会。我应该还是掉进了下水道，看看怎么走出去吧。别说话，我才不是管道工呢！我怎么可能相信一个自带吐槽而且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跟我说什么成为宇宙英雄这样的鬼话？愚蠢！不管你信不信，你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明天起，宇宙外的敌人就会降临，而你就要用抽奖得来的超能力守护地球，并且不能告诉任何人。顺便告诉你，我的名字叫 Mario。慢着，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该不该交五险一金呢？好了，马上。什么联盟英雄委员会啊？刚才应该是坐马桶上睡着了吧，完全没有感到身体有什么变化和超能力。我是谁呀？怎么回事？我的脸变了，身材也变了，就连声音也……这就是那个水果公司说的身体发生变化。英雄什么的，不是应该更帅气有型吗？别进来，我这就开门。怎么办呢？怎么向小敏解释爸爸拉个屎就把自己拉成这个鬼样子呀？但是既然是女儿，无论老爸变成什么样子，只要流淌的是相同的血脉，应该还是会认得的吧。那个小敏呢、爸爸刚才出了点意外，不知道从何解释，但是你首先得保证爸爸的生命安全好不好？好像已经睡着了，正好给我时间想想怎么跟他解释比较好啊。好，下一站就是地球了。很好，先遣部队安排好了吗？经研究，阿曼亚帕斯大帝是针对人类的最佳人选，今晚就能抵达。开始就搞那么大动静也好，明天一早让地球陷入绝望和恐惧吧。快想想，到底怎样解释比较容易接受啊？这个相貌跟原来的我完全没有一点关联呢。谢谢爸爸。小敏喜欢的话，就亲我一下吧。这生日礼物是他最喜欢的，就是他了。小敏。喜欢的话就亲我一下吧。死变态，你是谁啊？怎么闯进我家的？别杀我，听我解释啊！偷摸进女生房间里企图猥亵，竟然还有理由？好，你说来听听。我不是变态，我是你爸爸呀！我不是变态，谁是变态呀？慢着，为什么讲出来的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啊？你要用抽奖得来的超能力守护地球，并且不能告诉任何人。不再是敢做敢当。慢着，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真的是你爸爸！我真的想舔你啊！你是我22岁时亲生的，你很像我22岁时的初恋。你的臀围是88，你的臀围是88。十字固定杀！竟然连我的臀围都知道，你到底跟踪了我多久啊？为什么只有这句没有变呢？纯性变的，好爽啊！别再让我看到你！现在可怎么办呢？但是说来也怪，虽然被打了一顿，却好像一点都不疼。难道是因为我已经变成超能英雄了吗？那我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呀？还是思考一下以后怎么办吧。难道说真的来了吗？人类准备灭亡。太感
担心了，这个蟑螂突然冒出来追着我们不放。是啊是啊，先生怎么称呼啊？两位灰姑娘，不记得昨晚的臀部有约了吗？今天谁愿意和我一起展开一段电雀试驾之旅呢？哎呀，天怎么下起雨来了？是啊是啊，不能回去关窗了吗？我的被子还晾在外面呢。看样子变出来以后彻底变不回去了。人类社会的看脸法则就是这样无情。英雄，我看你有点本事，现在放了我，我还能向领导举荐一下，让你免受世界毁灭之苦。没想到能把我一身盔甲给扒下来，既然都被你看光了，那么就结婚好了。什么鬼啊！就是因为你们要毁灭地球，才把我的生活也都毁了。现在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看样子你应该就是地球的超能英雄，我是要打败你，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竟然又来了一个！慢着，你们可以先毁灭地球，不用管我，没有因果关系啊！说什么傻话呢？你注定将成为英雄，被我们追杀，就跟我和你的邂逅一样，都是命中注定。谢谢你陪我走完最后的路。慢着，你刚才说追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不打败你之前，我们是不会毁灭地球的。吓吓火锅！我你个头啊！完全都会放大！吓吓火锅！一早上就干掉两个，看样子超能英雄这份工作也不算太难嘛。如果地球毁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一箱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好吧，决定了，从今天起。什么？一大早就听见你一个人在下面吵吵嚷嚷的，昨晚都说了，别再让我看到你。对了，我还有一个必须当英雄的理由，不是吗？就这样，从那天以后，我成了超能英雄。什么？你们这些蠢货！不是说地球上的超能力英雄都是虚构的吗？平时怎么做调研的？二王子殿下息怒，先头兵本来就是炮灰，不是吗？有什么好可惜的？啊！下一个就由我来出马吧。这声音难道是人称嗜血绞肉机的史巴拉古将军？就算是英雄，也得找个地方先住下呀。没辙了，只能这样了。谁呀？你是谁？求组队。我在守护地